两个肉都是连接的，哦，地下连接的，哦，叫卤院，叫卤院。여행왔다가혼자아파가지고다른데들이지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格尼亚。我现在讲话不能太过滤，因为我的喉咙已经开始腐烂了。然后为什么我现在传到这样，我连在家都要传到这样，是因为我现在发高烧，我很冷。然后我想拍这个影片是为了要呼吁大家，如果出国的话尽量不要生病。我上次去台湾也是这样子一样的东西，然后这次韩国跟过滤，我的喉咙开始不懂每一天都在腐烂，我根本不懂是什么原因。然后一次发高烧，然后现在没有人在家，他们全部出去了。原本今天是想跟他们出的，但是我发高烧，我真的是无法去跟他们一起玩。然后说我韩国又不认识什么人，但是最近刚刚认识了一个朋友，几个朋友就是肌肉三三、肌肉松松还有杨 PD。然后我刚刚是真的顶不顺，真的顶不顺，今天已经是第明天晚上我们就要回马来西亚，可是我以为我可以撑到回去马来西亚，但是不能，所以我就刚刚 call 给了肌肉三三，我就跟他说，麻烦能不能他带我去医院看医生。但是我 pharmacy 我已经买了很多药，已经吃到很多很多药，我给你们看，这些都是我在韩国买的药，已经花了蛮多钱了，其实，全部都是这种药，你看。我吃完了的，但是还是不会好。你看，真的是不会好。那这些什么全部韩国药我都买了，我以为可以好，然后我也是很乖，吃粥那些我都没有吃什么炸啊什么东西。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每次去冬天的地方我都会喉咙这样子。所以等下，因为我去医院，我不懂英文，而且韩国人也不大会英文，所以我只能叫肌肉三三等下翻译给我听，我的喉咙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所以我现在在等他们过来接我，然后我们会去医院，待会他们就会帮我去听一下我的喉咙到底是什么回事。所以我们等下直接是去大医院，然后我就看一下我的喉咙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回事。所以非常感谢肌肉三三来接我去看医生。我会发照片给你们看，我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的喉咙，一天一天慢慢比一天一天的严重。所以我现在是发高烧，很冷很冷那种，所以我是没有办法，所以我真的真的只能叫就是肌肉三三他们带我去看医生了。我真的是不好意思打扰到他们，可是我真的没办法，我真的很不舒服。我是怕我等下明天要坐七个小时的飞机回马来西亚，然后我怕我整个人不舒服。我的发烧药也吃完了，什么都吃完了，就是看最后怎么样咯。所以我呼吁大家，真的千万千万出国旅行不要生病，不要像我这样。我这个人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会这样，所以等下就看怎么样了。OK， 各位，我现在在等帆帆到我这边，然后他就要带我去医院看医生，然后现在在等他咯。然后我现在是吃着糖果，如果我不吃糖果的话我就会一直想吐，很不舒服，所以我们现在先等帆帆到。OK， 现在我已经到了，现在珊珊已经在我了，非常感谢珊珊的协助。哎呀，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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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不然我也不懂怎么办，因为我的喉咙超不舒服。哎呀，然后有没有耽误到你的时间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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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有的是时间。然后我是想就是因为我不会英文嘛，对啊，然后韩国人也不是很会英文，对，所以就刚好我认识到珊珊，然后就可以叫珊珊协助我的怎么跟韩国人沟通，讲韩语，这样子我才知道我的喉咙是什么情况。对，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没有没有啊。OK， 现在珊珊她带我去最近的酒店，最近的医院，最近的医院。多久啊？还有多大了？多大了？啊，就在这前面。就在这个前面。所以我们先看医生，看是什么情况。哎呀，不要疼啦！疼啊！好担心。
啊，真的第四天了，我才忍不住打给珊珊、嗯，跟他说我真的要看医生，但我也不好意思打扰到珊珊。没有，我不忙。OK， 现在我们到这家医院，这个医院。希望是不会有什么症状啊，因为我明天还要回马来西亚。역건물인데역건물이지금공사중이거든요베스트힐링이어서지금오래됐어요그러면여기오늘시간계단나거든요그냥다지하1층가신다음에지하1층끼리서로연결이돼있어요그러니까그통로따라쭉가시다보면상가나오고식당가나오고베스트힐링같이있으니까그쪽나오고나갈때는그지하1층출구있으니까그쪽나오세요네네알겠습니다그쪽으로가세요지하1층네한층만내려가신다면통로따라쭉가세요네감사합니다这个楼是不是这个楼？不是这个。它两个楼都是连接的，哦、地下连接的。哦。목에염증같은게났는데여기진료받을수있는거죠가능은하세요OK， 现在我们这里等着，等着看医生。我现在等他们再叫我，然后待会肌肉珊珊会帮我翻译给我听，我的喉咙是什么情况。嗯。林선생님，안녕하세요。여기제친구예요。네。제말레이시아친구예요。아그래요。그러면은你可以给他看那个照片吗？不是很发烧，但是那个之前，啊，所以现在还好。肿得很严重。啊，今天第四天。哦，精神感안좋은데。아그래요얼굴안찍고밑에만찍목소리도나오니까그유튜버예요유명한유튜버네오케이刚刚医院里面的医生都给我们拍摄，所以我就没有拍，所以就让珊珊解释一下是什么东西。嗯，你说一下是什么东西？就是现在情况是吧？嗯，有点怎么说呢？用中文怎么说？就细菌的。细菌感染。对对对，细菌感染。现在要打针了。嗯，对，打那个维他命 C 的。嗯，然后听医生说很严重。嗯嗯嗯。还有什么？还有，如果你，还有你回国的时候啊，回国的时候就还疼的话，要入院。要入院。比较严重的现在。好。对。你先不要看。现在看你的血，你的血管。有一点点疼。不要紧。呼吸，都好了，哎，别转你，还好吧？여행왔다가혼자아파가지고다른애들은이제놀고있는데혼자서지금왜추운데이렇게오셨을까네그영상도찍고하느라고他说你为什么来了这么冷的地方？韩国。嗯，要玩。嗯，对对，我是已经说了。30분걸리고요네네뭐불편한거있으면네요거눌러주시면돼요네알겠습니다어떤지좀30분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摁这个那个东西네哎呀现在已经掉了点滴了打维他命 C 然后今天珊珊要陪我等30分sorry 什么 sorry 啊哎呦太好玩了可能打针很怕大家各位观众都知道我一路来很怕打针对对对你的粉丝叫什么呀我没有叫什么啊为什么对要不知道要叫什么来
我知道珊珊的粉丝叫蛋白们。对啊，杰森旺帮他取的啊。对对对对，杰森他给我造的那个。对对对，这样你觉得珊珊？你觉得我的粉丝该叫什么？你让我有什么事好啊？你甚至就没有想过是吧？对，没有想过。慢慢想，慢慢想。现在还好吗？现在还好。你如果冷的话就不会不会，他后面是润。OK， 最终珊珊还是没有想到我的粉丝该叫什么。但是我现在打针比较好，还有我剩半滴吧，半滴吧，对，还有一半这样，差不多要完了，完了然后等下去吃一下，我就要休息了。OK， 现在我的点这个点滴点完了，现在就要出去拿药，就去吃个东西就回了。OK， 现在肌肉珊珊已经，我们已经出来了，然后现在。哇，他的药是非常的多，对，真的很多。这是五天的药，五天的药，你看，哇，一天三次，吃完饭，吃饭后再吃，哇，超多药了。这样子看马币大概300块左右，如果是算韩币的话是80000多，超级。有一点贵哦，超级贵的，因为我又打了一支维他命 C 的药。哦，对对对，对，那边都已经5万6了。对对对，然后再看刚刚他拿药又另外价钱哦，27200，27200，对。所以呼吁大家出国旅行真的不要生病，真的不要像我这样，真的是很孤立。Yeah， 所以现在肌肉珊珊带我去吃东西。好，非常感谢感谢感谢。饿了吧？饿了，超饿了。Thank you, thank you. OK， 现在我就珊珊带我来到这一间吃粥的地方。粥粥粥。对，非常感谢他又请我吃，还要麻烦他载我，然后又请我吃。然后吃饱了我就要吃药。好，所以我觉得影片也到这边差不多了，结束了。OK OK。好，所以。拜拜，不是，我想跟你学。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韩国的 Zero 珊珊。你好了。一二三。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韩国 Zero 珊珊。拜拜。好，记得 follow 他的 Instagram， Zero 珊珊，我会放在这边。有我的美丽充气味，所以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拜拜。